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雨，欢迎大家收看缤纷娱乐秀，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和大家见面。我们会每天准时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。缤纷娱乐现在开秀。周深粉丝数破500万大关，作为资深生迷的你有什么感受呢？周深是现在少有的灵魂歌手，歌声干净动人，直击人心，仿佛他的歌啊有一种魔力，能够让疲惫的身心瞬间充满活力，把烦恼驱散得一干二净。周深的成名之路太不容易了，14年初到的小白，到如今的大火已经6年过去。记得2018年《蒙面唱响猜猜猜》中，大张伟听完周深的歌感慨万千：“周深啊，你怎么还不红啊？你太可惜了，简直是哎呦！”当时看完节目的生米们同样心里五味杂陈啊，为什么歌唱得如此的好听的歌手却还不红呢？但生米们心里们也坚信着周深一定会火，还是火得一塌糊涂的那种。天赋和实力共存的周深，终于有一天会被所有人都认识。2年的蛰伏终于等来了今年的绽放。今年的周深频繁亮相各大综艺，歌手天天向上、青春环游记二、快乐大本营、王牌对王牌、向往的生活等众多大牌节目都有他的身影。在今年呢，他还举办了首次线上音乐会，各大平台总计观看量达1400万，周深有多受欢迎，由此可见。看到周深粉丝数达到了500万，不少生迷们都十分高兴。看周深从90万一步一步的到今天的500万，真的很开心。作为粉丝，最开心的事儿莫过于陪着自己的偶像一同成长，一起走向更美好的未来。见证500万的生迷们无疑是幸福的，因为他们是周深成长旅程的见证者。周深为了庆祝自己粉丝再破新高，决定在今天晚上9:29举行抽奖活动，奖品是200盒的辣椒粉，可惜只有100个名额。听到这个消息的生迷们纷纷评论留言，想要当那个被周深选中的幸运儿。不少生迷为了能够加大自己被选中的几率，不停的评论、点赞、回复来加大自己被周深看到的可能性。不得不说，这些生迷真的太拼了。吃瓜不停，娱乐不断，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。如果您喜欢我们的频道，请给出您宝贵的赞，并且记得订阅我们，同时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，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，拜拜。